对对对对对，嗯，对，感觉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。谢谢。对我来说，最最最重要的，一定要懂得感觉，然后懂得感觉以后分享。不过去，嗯，支持你去感觉跟分享的是什么？就是人。这个 creativity 其实最重要的是人。为什么我这样说？等一下你就会明白了，我就会一直说下去。所以其实这个创作的行业不是谈个人的，对我来说 OK。 因为其实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，很多人跟我说 OK， 我要出名，什么我要最爬到最高，是我个人的事。只是永远没有个人的，在这个行业你可以出来，像今天我可以出来跟你们谈话，跟你们分享，不是我个人的事。没有 Max， 没有 Lena， 没有 Model， 没有 Tavin， 没有你们，这个不会发生 OK。 所以所有的东西是因为有人，是因为有一个团队，这样才会发生。所以在我的工作里面，最最最重要的就是你们，这是人，这是我的 model， 这是我的团队。我怎么对他们，我怎么对我自己，是最最最重要的。